ndrobucnewsignal.html 先天大造简介中英最早 http://www.cloud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AO 先天大造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英最早先天大造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造二造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造是求什么四求造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造六求造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这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更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
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制造。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止，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止。故所以大无不包围，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万彻了三十三天外，万彻了千经万典，万彻了千法万法，万彻了千教万教，万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曰性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故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不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识丁贩夫走卒，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则不增不减，但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